因为他的这个厉害呢，是在于他可以这个截个球之后急停跳投这一下，中距离投篮也行啊，不太好防。徐杰，好球。南京这边呢，防守刚才没对上，徐杰抓机会非常坚决。是，就是徐杰他的阅读防守能力是很强的一个队员。三后卫防守防了一个联防，把法尔放在内线，又一个三分投进了。哎，也比较成熟啊，比较成熟，好球。哎呦，你碰到徐东凤了这。张明驰，超远距离三分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三分，好球。好球，但好在呢，就是对广东队来讲，比较好消息是现在那个南京身高也不高，是后防线不错。徐杰，哎，我们看今天高效啊，高效。上来徐杰十一分，真棒啊！把对面希尔里江打停了，等于是被一个在他的这个技能点上面比他更厉害的队员来了。徐东峰，徐东峰来又三分了，好球啊！又一个四投四中。这个你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徐杰呢？这打球就是小精灵啊！哎，还好他送球收的比较快，给了眼强度，赶紧收啊！好球，不错。至少啊，广东队这个几个内线，就说你不能够吐饼。哦，好球！徐杰是看。哦，好球！好球，这球传得太漂亮了，马上三线快攻啊！这个是广东队很标准的一个三线快攻，是。好机会，不错。徐杰，中锋对中锋，又一个三分，又来。徐杰有机会，刘东拼了命的往外扑啊，但是徐杰又投进了。朋友，真棒！沃特斯这个他知道今天徐杰准啊，这个他习惯了，对吧？习惯也行啊，这球传得好，这也打到你换防了。马上，啊，节奏大师来了，又是阿杰，又一个徐杰，今天变徐库里了。这个法律线来一个，法律线没人，二飞掩护来了，徐杰，第九个，飘头也来了。哎呦，徐杰脚崴了吗？还是抽筋了？抽筋了。九个三分，九个三分也应该下去休息。投篮投到脚抽筋儿，投篮投到手抽筋儿差不多，投到脚抽筋儿，是对吧？脚抽筋儿了啊，腿抽筋儿这个。